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嘿嘿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。现在在打第十关，植物还有僵五尸关，战。这还有六关打完。哪个呀？这个保护猩猩，保护羊羊，对。是有冰吗？这有冰是不是会吐冰啊？不会吐冰，你多想了。确定啊，别来冰块啊，我还是选个火吧。以防万一，是吧？对，一个冻住呢，还有那保护火，保护都鸟没有鸡，我那大南瓜哪去了？我这你为什么每次都选这个大南瓜？保护嘛，不是那也那。不能，那也为啥开始不选坚果强了呢？坚果强能保护它，也能啊，坚果强也是防御的呀。那选个坚果强，渡渡鸟，行，确实，选搁啥攻击啊？就搁火攻击啊？再搁其他的呗，再搁厉害点。再选个喷不要火太赖皮就行。喷火龙。不要太那么夸张就行。别的没啥植物，我不知道玩的啥。我炸弹吧。炸弹，然后就开始游戏。你确定不会来冰块冰我呀？不会的。枪也在中间拉。你这没咋选那个双胞胎了呀？不选双胞胎选啥呀？不能选。你说选啥？你不是选那个，那个嘛？你不是选魔兽时代的那魔兽世界的那个太阳植物吗？那个太厉害了，一打就给他打死。你是不是太骄傲啊？本来那植物就厉害呀。真没有用啊！对呀，我不会发冷钢的，我会发冷钢的。这又不是冰河世界。但是我看有冰块僵尸啊。冰块僵尸怎么可能会发冰呢？他那个冰块给他头上冰扔出来吗？我想啊，这个你看，就这个，他不是冰河，他是不是冰河世界里的？对，带冰的这个。这只是换了一个颜色嘛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炸呀！我这就开炸。你一个爆炸弹，为啥？啥不那个呢？这个，哎呀，对啊，哎，这个不炸就白省了。那还哪个植物都用上？赖皮了，你还不用发大招啊？太厉害了！赢了，你这绝对输了。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